哎，不是，或是温生蚝，因为温生蚝蚝自备的吗？对对，因为他为什么会是云呢？他们没有空，我先补上。接了下来，他们有空就会来了。你补太快了啦！不是，我们节目不是以香出名的吗？从以前到现在，第一集到现在，我一个人就算了。我们不是刚说好要发完整的拉拉队吗？从林丹、以轩，然后我们还有小鹿，还有倪轩，什么那些都可以发、啊。不是，你在闷闷什么嘛？我是白云哥啊！我们节目第一个男来宾，我傻眼。第一个，谢谢，感恩。第一个男来宾不是应该发刘以豪吗？哎，不是，或是温生蚝，因为温生蚝蚝自备的吗？对对，因为他为什么会是云呢？他们没有空，我先补上。接了下来，他们有空就会来了。你补太快了啦！不是，你们这节目从头到尾完全没有一个男生来过，是我是你们的制作一直跟我恳求啊。后来我说主持人是谁？李毅。好吧，就认识的，我们就认识十来年了嘛。你是不是塞钱跟我们制作？你是不是以为今天会有拉拉队来？因为我们节目通通都是美少女来我们节目，而且我们还有年龄限制的。没有错，你是不是以为没有错？结果来的时候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对，所以刚才有一点愁容满面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钱塞的不够多啦。我蛮佩服你们制作单位的。怎么样？像我一定要开超跑来，我就觉得很厉害。哇！那小宝是你的，白云哥，你这么久怎么还这么不要脸呢？你是去搞他公掉哟！我说啊，你们这个啊制作单位这个 team 啊，真的、啊、用心良苦。对，那个弄超跑来给我们。你不知道我们制作费是业界出名的高不许你胡说。但是我之前听你说你们的节目啊，什么抠啊，然后什么出名的，我都有看过啊。你们有一次去越南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会出国？不可能，结果人家真的出国啊。讲我们节目一向就是以抠，然后整艺人，然后就是把艺人逼死，就是为乐的节目。我们是这个取向，我也不可能出国让你爽。你尽量不要把一些节目的内幕，搞不好观众没有看到前面几集。好，没有看到吗？麻烦你自己再去回放去找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装逼装有钱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是很 rich， 怎么样？不行吗？但是你们花了多少钱租超跑？你们讲讲。我们是跟团长借的。团长？什么团？团长，你是歌仔戏团的团长吗？没有装吧？哎，团长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团长厉害。歌仔戏团团长这么有钱？青菜公公，你还真的把他打下去？这种样子的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杨丽花那一团，还是叶青那一团的？没有，对对对，我是微商这一团。微商，你说微创，我是开过刀啦，微创手术有没有？但是微商我就不懂。或是你讲心脏，可能他心脏手术也有开过刀。你讲的什么话？我还装支架好不好？